นี به من که دارم کرین رو یاد تمرین میکنم同时今年获得女性创作者用电影里面有新样同时必须要有老酒我希望在电影节的未来可以看到更多像阿皮导演这样的大师的作品也希望中国的观众通过他们的作品支持我们的观众中国有句话今年的花胜比去年红那这戏是被取消了但是因为我对这一句台词认真被上海的张瑞芳老师看中了从是鲜花带有诗情的必要独美今天我们很有幸能够在为北京电影节天台奖最佳女配角颁奖亚伊朗米娜萨达提，The winner.